这是你女朋友吧？我妈的项链呢？来，戴上。谢谢老公。你们在干嘛？快去找你女朋友吧。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弟弟的女朋友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啊，你俩长得真是一模一样啊。你今天查的是我弟弟，他叫张亮，而我是张亮。哟，换女朋友了，变聪明了吗？知道换个有钱的了。怎么不记得我了？当年在学校你不是很拽吗？你真的选他不选我？你以为张亮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？所谓的高材生不过是个穷鬼而已。别看在学校是个什么风云人物，等出了社会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有人出身高贵却跌落云端，有人出身贫寒却出人头地。我相信我是后者，但我也希望你别变成前者。走吧。上次见你还在 KTV 开酒瓶呢。果然啊，吃软饭就是不一样。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明天就到了约好的时间了。老师说了，一定要本人到场，老师才会把当年你写的信给你。我们都想看看，当年大学霸的愿望是开酒瓶呢，还是吃软饭呢？哥，我给你写了一封信。啊、哦？给我写的什么信啊？但是你要10年之后才能打开。好，我一定去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